嗨，大家，我是婉儿，新年快乐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今年的开运妆。过年嘛，总是要画一些比较喜气的妆容。现在已经完妆了，橘带红，然后红橘色之中又带有点金色，因为金就代表发财嘛。对，那橘红色系的眼妆的话，就有点像是鸡的尾巴。反正我联想啦，想想自己的金鸡开运妆的话，我就想要像这样子画。
喜欢婉儿今天的妆容，记得帮我按个 like。 想要追踪我更多的影片讯息，请帮我按下订阅哦，谢谢大家。希望今年还有更多的影片可以分享出来，拜拜。